公室谁来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做客。自民国78年开始，外籍移工引进政策，台湾至今超过70万名移工人口。这群熟悉又陌生的异乡人，你曾跟他们有怎样的缘分吗？今天要拜访的玉文喜欢东南亚美食跟文化，但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嫁给一个来自北越的老公。台湾太太李玉文有着 baby face， 绰号馒头，是桃园劳动局的劳检专员，个性开朗健谈。他早上有卖那个鸡肉稀饭，我每次都很想吃，可是都买不到。这个都很辣，这个好肉，很好吃哦。然后我很喜欢吃印尼的姜黄饭。他希望与谁大啖美食呢？进食中的芊芊那对夫妻阿汉，就是他会模仿很多人，然后特别是他模仿那个阮月娇。越南先生裴克和阿和生长在越南北部的太原市，家里种茶经营农场，2013年来台工作，2020年成为台湾女婿。可是我家乡就是跟这个差不多，就是茶，然后也有这个，因为这个树用来做这个斗笠的。阿和爱吃台湾的臭豆腐，能写一首美丽汉字，梦想把越南人在台湾的故事写成剧本。他最想和越南籍的影像工作者请益。阮静红老师拍关于移工的导演，最近的是得了金马奖，我在想就是跟他学习。这对台越夫妻有个1岁半大的男宝宝裴英豪，和爸妈都住在台湾的阿嬷家。喜欢把那个罐子打开，然后观察我们，然后看他在开。他爱吃肉肉，喜欢观察大人，但对于来宾名单，他无法给个答案。啊，鲑鱼还没啊，你看，他要只吃鲑鱼。李玉碧，玉文的妈妈，她多重斜杠，不止够孙，也做团购，更是开业30年的槟榔西施。我们上午要来，我去拿一下。今天有叫鱼料。在嘉宾上门前，先来听听这段异国的爱情故事吧。牛皮纸张多层贴黏，在精裁切，在机械化的产线运作着。这一家位于莺歌的纸业工厂，专门生产瓦楞纸板跟纸箱加工。就是尺寸只差几厘米而已啊，如果差太多就是孔比较多，就没办法，就是成一个巷子，那这样子是客户会退回来啊，通常就是一笔就是5万或很多不止啦。阿和2013年来台工作，前后共8年时间都待在这家工厂，是资深员工，加上中文能力好，负责管理值。我的工作主要是管制品质啊，就是只要品质出来好，就可以。可是一点差误，就是不是每个人工作都表现很好啊，有个人就懒惰啊，有个就是很认真啊，要怎么让他们就是做得好，就是这个人是一个难题啊。厂里作业工人除了3名本土台湾人，其他都是像阿和一样透过仲介来台的外籍移工，越南人为大宗，其次是泰国。中介费是固定的啊，前面是在越南要接介绍费，差不多一个人就是4000到7000美金，几乎都要借钱啊才可以来台湾啊。对，然后所以第一年第二年就很拼命赚钱寄回去还债啊。当初阿和也是听闻台湾是赚钱的好地方，即使身为家中独子能接掌家业，
但权衡两方所得，他决定怀抱淘金梦离家来台。我爸就是其实一开始就蛮反对的，因为我家就是算是农场啊，就很多工作可以做了，可是都要劳力啊，都要用人力去抗那些体力的工作。妈妈也有劝爸爸，然后我也就是说决定要去啊。之前就是我想说来3年就好，后来就是觉得台湾经济也不错，然后是最重要是认识我老婆啦，然后再想再来一次。阿和来台第3年，在一次东南亚聚会上认识了玉文，进而追求，但玉文害怕异国恋情在对方回国就结束，拒绝了多次告白，最终在阿和申请2000来台才答应交往。因为我现在就是当那个疫情见证了，一个月不用给那个中介那些费用，可以跟台湾人一样可以请育婴假。阿和成了台湾女婿，天天都回家，让同乡好生羡慕。我是最爽的，就是回去就有老婆就是煮菜给我，就是有老婆在这边了，就是他们很羡慕啊，因为有老婆，然后有儿子啊，有温暖的空气啊，就是像一个家庭啊。我回家一定要先洗澡换衣服才会带我的小孩，因为那个我都是去工业区，所以比较多那个空气污染。玉文结婚后仍住在娘家，妈妈也是双薪夫妻的得力助手。我工作，我早上在固定就这样。好，问一下，叫阿妈，就会他只是会叫啦，会听啦。我叫他拿什么东西，他都听得到。我说要穿袜子啊，找袜子啊，他会帮忙看。自己吹，呼呼，呼，呼，会很烫吗？哦，凉了。很多法宝。很多法宝的阿嬷，她宅在家也兼做团购。说到这门小事业，她抱怨了起来。团购做3-4人有了。啊，都不好了，跟虾皮价格差不多，人家去虾皮买就好了。像这个被人家弃单5-6千块，我也赚不到600块，被人家弃单那个货就囤货了。一洗完澡，玉文就快手煮了晚餐。小孩看我爸就一直要讨我抱，然后我妈就会说叫我快点，那个小孩要找我，所以就会煮，都是煮水煮比较简单啊。配音好，妈妈接你了，手举起来。因为我妈是比较传统，就是她就是煮稀饭那种，想要就是都是用汤匙喂小孩。然后我自己的话是希望可以让她练习自己吃东西，所以我会煮一些收制的食物，对，就是也要练习自己咀嚼食物。没有人要抱，好，妈妈赶快吃。所以有时候很赶，要赶快吃完，因为小孩他坐不住。妈妈先吃一下啦，再陪英豪好不好？妈妈跟英豪一起吃。我先生有先跟我求婚啦，然后其实我有吓到，就是被他求婚，然后可是因为想说，就是不知道会不会遇到跟他一样好的人，所以就答应他了。阿和认真的付出，打动了玉文跟家人，两人交往2年，结了婚。我妈妈她是比较传统人，所以她可能她之前就觉得越南就是很落后的地方，为什么我会跟那个越南人交往吧？很就是会
叫我再考虑清楚这样。交往的时候，我可能他放假有空就会来我家，然后就是他会做一些越南料理给我家人吃，帮我姐帮我顾小孩，还会帮忙我妈寄货。家人眼中我先生就是一个很勤劳努力的人吧，所以就不会说因为他是越南人，然后就不接受他。而小夫妻新婚不久就有了宝宝，父母角色瞬间到位，措手不及，但也没办法，就是也是很开心啦，只是就是也很多烦恼。就是进入婚姻之后是很多的考验，比如说我们常常吵架，因为观念不一样啊。因为以前我先生在工厂住，就是住那个移工宿舍，那我们一个礼拜只见一次，因为以前没有一起同居过来。我本来想象中的婚姻是可能下班回来大家就是可以跟那个老公小孩一起坐在餐桌上吃晚餐，然后就是我可以下班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然后可能跟先生放假的时候去旅游啊什么的。但是其实想象中不是这样子。没有，他睡觉时间还没到，他只是觉得很无聊，他不知道干嘛。我怀孕的时候其实他就很常加班了，然后有小孩就是可能更拼，所以更常加班。可是他回来的时候小孩已经睡了，然后他出门的时候小孩还在睡，我就会希望他要多陪自己的小孩长大。大家都是外劳啊，劳啊什么，会贴标签说他是很容易犯罪的人口。有朋友可能会问说，你老公家就是有没有马桶啊什么之类，就会让人很傻眼的问题啊。台湾女孩跟移工交往的爱恋乐章，常会出现哪些干扰杂音呢？下一段马上回来。桃园拥有多元文化族群，异国游子总会在东南亚传统料理跟杂货的店家找寻着记忆中熟悉的家乡味道。今天阿和也难得假日没加班，带着太太出门，来到火车后站，两人约会圣地走走。你试试看，你很少吃印尼料理，人平常都爱吃 越南料理。它花生超香的，你有吃过这个吗？没有，之前没吃过。好，这个也很好喝，这是我最喜欢喝的茶。在这印尼小吃店二楼有一间东南亚书店，提供异国文化跟情感交流的空间。阿和刚到台湾，常来这里学习中文，而这也是跟玉文相识的地方。哎，很久了，两位就是很久了，就是就跟这老朋友还没结婚就认识了。对，结婚后就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来。问起当时谁追谁，阿和腼腆的自首：我先主动啊，一见钟情啊，然后就是看到他人很好，然后是就很善良啊。就是善良那种善良啊，我就看到就是人就是很好，反正就是一见就喜欢了。就是我刚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吧，办那个小年夜活动，我不知道他是越南人，反正就是那个活动就是我们会一起写那个书法春联啦，因为那时候过年就是有要大家一起写台湾那个春联，然后他就很害羞，就是不敢写还是什么，一直在旁边看别人。哪有我在那个建模啊？然后他后来就是有跟我要脸书，就这样，就是变成朋友。还要他的那个春联啊？然后那个春联他就带我去越南，就是贴在他们家墙壁上面。用学中文的方式去认识他。别误会，学中文只是阿和把妹的说法，他可是很认真的学哦。所写的书法文章还曾经受邀展出。这个是最难闻的书法，已知道无常，为什么还拥抱烦恼？这个是越南的星星灯笼，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小朋友会提这个灯笼，烙一卷那个春泥，然后回去就是领那个糖果或饼干啊。
特别是看到这个星星灯笼，就是想到那个小时候的，因为小时候就是比较没什么烦恼，就是比较开心啊。茶山，对，就是看到这个就我想到我的故乡啊，因为我故乡是太原省，就是主要是种有没对种茶叶的地方。与外籍移工交往，玉文常遇到种种的刻板问题。有朋友可能会问说，你老公家就是有没有马桶啊什么之类，就会让人很傻眼的问题啊。大家都说外劳啊、劳啊什么，会贴标签说他是很容易犯罪的人口。就我再去买东西，就突然就被您讲了，就有点没有很自由啊。其他人就你再去买东西啊，这为什么没有被您讲啊？啊，为什么就是很黑的人就是很常就被您讲？就是越南他们特色就是会坐在那个街边喝茶，所以像这个就很像越南当地，就是大家会用那个小椅子坐在街边喝茶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个水烟，就是穿那个皮衣啊，越南流行的衣服。越南移工不是都瘦瘦的，他们都穿那个很合身的衣服，然后很流行。然后这都是卖越南男生的衣服啊，就是越南很重视外表，所以他们都会打扮得很帅气。然后女生也会穿得很漂亮，都穿高跟鞋啊，然后穿洋装这样。所以假日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起聚在小吃店跟朋友聚会或逛街。这家店很有名，就是移工很喜欢来这家店吃。Amy 有吗 ？Hello。Hello。Hello，I'm the Vietnamese。最后，他俩窜进一家东南亚商店。今晚阿和要掌厨做一些越南料理，就是煮东西啊，或是调味都要沾鱼露。它是香蕉的，这个是巧克力的。我买这个，我想要请同事吃。你等一下帮我付钱哦。阿和也要介绍越南的营养补给品。辣彩蛋啊，还没成型的一个小辣。这个很补。像 坐月子也会吃这个，生小孩玩啊吃这个。可以啊。到十五分钟，用这个要煮熟的。爸爸煮什么啊？水水在滚啊，要冒泡泡，水水在滚哦。我很喜欢臭豆腐跟那个酱，以前呢就一个礼拜要吃两三次，加班很晚回来就去吃臭豆腐或阿煎，然后才回来。没有打电话问你要不要吃哦？有啊，可是他又说以后就不要问他，他太胖，就是怕太胖没有要买。那就所以你就不问了？对。来一个面面跟肉肉啊。嗯，长期在外的移工生活，练就阿和能快速变出一桌越南家常菜。一餐一定要有一碗汤，咸咸的，比如说卤肉或煎蛋，然后跟一个炒菜。这一餐主菜是跟台版相似的糖醋排骨，越式口味上更加了有粤菜灵魂之称的鱼露，吃起来如何呢？台湾的糖醋排骨好像比较粉，就是感觉外面好像裹比较多粉，然后那个先生做的糖醋排骨就是真的肉去做的，就是口感不太一样。然后台湾的好像比较甜，然后他做的是比较酸辣。它里面是想这样的吃，他还想吃，快点喂他。我的行李其实还没打包好，就是这边都是小孩的东西啦，尿布、奶粉，然后一些药品，然后这个跳绳是想说去越南可以减肥，我自己想跳，暖暖包，因为那个山上很冷，想说因为这次台湾家人也会去，怕他们冷到就带。在晚餐后，玉文整理着回越南的行李，夫妻俩计划回婆家过农历新年，主要是补办因疫情延宕的两年多的婚宴。婚礼对越南人来说很重视啊，
啊，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办没关系啊，因为那个我先生他爸爸就是以前是有当那个村里的村长，就是到处去参加人家喜宴，然后所以想说他自己儿子可能还也要办，然后才可以收回来以前包的红包吧，是这样吗？就是想要那个还是要有面子啊。小两口其实在2020年已飞到越南，完成跨国婚姻重重程序，成为正式夫妻，但越南传统礼俗还是不可少。就是有买很多那个补品，因为那个先生想要送给那个一些长辈啊，一些中药、红枣、枸杞，在台湾买可能品质比较好。桃园是台湾的工业重镇，也是外籍移工最多的城市。玉文是负责观音工业区的劳检专员。刮风下雨都还是要保持哦。哎，对啊，因为我们很多案件要一定要在时间内把它做结案。他的职务重点是访视区内移工的作业和居住环境。撒亚特马宁达导员，公司领。来台移工，男性主要在渔船跟工厂工作，女性则大多是进入家庭或机构，成为看护或帮佣。那只有你跟阿嬷住这里吗？对。所以儿子他们平常假日会回来。哦，好。那马吉干给你的卡机是 two night 吗？ two night 好 two night。那你的 passport 嘞？ passport 我收起来，我自己好好 OK。哦，阿嬷你好，拍摄劳动局。啊，你睡在这里哈 ，OK， 好好，没问题。这个是你煮的，对，地瓜叶那些，在印尼学煮台湾的料理，还是来这里阿妈教你煮？没有，没有人教我，没有人教你，你自己煮。都是服务业的吗？还是有其他工厂？这里有灭火器。现在有人在睡觉吗？还是都睡觉，夜班的。我看一下，我数一下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有人在睡觉，好，我们赶快拍个照记录一下。都有给他们一个人一个衣柜，对对对对。这个资料我都可以给你啊。对，我要测一下长跟宽。可能会看一下。衣柜的数量，然后床铺，所以这边真的有住到这些人吗？那请他们再确实，不可能说你报他住这里，然后其实他没有住在这里，因为毕竟是外国人，所以他有管理的机制这样子。这边是工业区的那个住宅区，就是其实几乎这边都是那个外来人口居住。从分散在街道的商店招牌，更能显现东南亚生活圈异地重现。有卖那个芭蕉，现在应该都很很贵嘛。对啊，因为都进口的。信仰是异乡工作者的重要心灵寄托。玉文走进这隐身在民房里的清真寺。嗨嗨，丽丽姐，好久不见。你要脱鞋子好，先脱个鞋子。哇，都是绿色的。经书的是阿古兰的。那之前听你说这个地方是那个移工他们大家一起募资买的房子哦。对。哦，那你们大概花多久时间？几个月而已了。台湾人说也是说，哇，印尼很厉害，啊，买这个房子会现金买的，不是贷款。有些雇主他不想要让那个移工在家里拜拜，会那个宗教冲，对，会吓到阿公阿嬷，所以很多穆斯林，所以就可能就来这边。老婆在做劳检工作。先生劳工权益是不是更能保障呢？玉文说他反而很难公事公办。我先生本来就是比较害羞的人，那个薪资像有问题，然后请他要确认，可是他就可能就不敢问，他可能觉得说哦有领到薪水就好了，他就会说哦你都在找茬，然后职业病什么，然后就会很生气。那个麻油鸡不适合给他啦，常常没有敲门就直接打开我们的房间门，我每次都会被妈妈荒谬的行为吓到。越南婆婆来台，玉文的婆媳关系受到哪些考验呢？一个屋檐两个妈，是亲家相欢还是压力倍增？下一段马上回来。
时代晚餐这一集拜访的是越南移工，成为台湾女婿的跨国姻缘。假日的纸业工厂还是很热闹，厂区旁的宿舍里，休假移工摆脱吃腻的便当，为自己做一顿家乡好料。移工阿德带我们参观宿舍，是那边是饭厅跟客厅，我们全部都是里面房睡，是谁有的名字？你的是哪？我的是这边。那我的房睡，我睡觉很乱。台湾的话有要读书，跟谁读？自己学。我自己读，那个要看书。其实这边是越南，这边是台湾的。阿德在越南早已成家，是两个孩子的爸，六年前只身来台。我的哥哥在这里，介绍我来这边工作。我来台湾一个四岁，一个新生，那个一个月。小姐。加油。家里忙不了。就。没毛。就没毛就我就飘着了。家人贵妃，那个老婆很忙啊。他洗头发给他们。你说美国是哪个人？哈哈哈，你个人，哎呀，I knew him。离乡背景的移工爸爸常错过家里发生的大小事，在新冠疫情的锁国政策下，阿德已经三年没有回越南。很难啊，那个有爱他很多。想他很多呢，打电话要看手机了。打电话看女儿会哭。不会啊，那个要笑啊，他们在家很高兴很快乐的。假日工厂的作业区会安排人力做机械维修保养。想多赚钱的阿和，平日加班，假日也舍弃家庭日，主动来上工。有小孩了，就是要想多赚一点钱啊，就是让小孩，就是有无形中就有一种压力在身上，就是想让小孩跟老婆就是生活过得比较好。我之后应该还会再回瑞兰的、啊。台湾只是目前就在这边看能不能发展，可是也要在这边也要有房子啊，因为以后也要两边都跑来跑去啊。好几次就是有点大吵大闹了，他就是一直说不要加班了，可是我也知道就是。我也不想加班啊，可是就没钱啊，而且就是，他又不是我的那个角度，所以我也不是他的角度，所以就是有点那个摩擦了。住在老婆娘家是岳母主动提出的，但一直以来阿和深感压力。我只怕就是，我岳母那边而已啊，觉得他就是。会不好意思了，对我就自己比较担忧比较多了，就很害怕的感觉，就怕他看不起我啊，然后他怕他很讨厌我了。一开始就是跟他谈恋爱，而且很害怕，就是他妈妈就讨很多那个礼金啊，没有后来就
他没有要很多，他是只要就是我可以付的，我回来台湾他会还我那笔钱啊。他只是怕我就是骗他了啊，那个小孩而已啦。阿和知道这是岳母考验他的真心，也怕女儿远嫁他乡。他说我们打算怎么样啊，我就是说目前是在台湾生活了，之后再应该也要回瑞兰了。然后他当然就是哭着说他目前就是可以在台湾就在台湾了。那时候我看到他哭啊，然后我就是有点心酸，然后就是所以家就是觉得要对他小孩比较好一点，所以要带来给他幸福了。两个男的，两个女的，那都会还要多一个儿子呀。哦，他比儿子孝顺了，他都会煮啊，会煮给我吃啊。希望儿女有好归宿的玉璧，自己的婚姻很辛苦。她在育文幼稚园时就与前夫离婚，独自抚养四个小孩。我就是没办法去上班啊，这个槟榔一个人可以顾家，要顾店啊，要赚钱啊。这条路我最资深的了，最老的。以前没办法养小孩啊，我以前时间做很长，还好以前有生意，要不然呢，早就倒了。我以前这个房子还要缴房贷，还要养小孩，还有两三个读大学。春节前，宇文飞到北越穿起婚纱，有一场美丽婚宴。但真实的一个半月婆家生活，除了生活不便想家外，有个让他难以忍受的事。在越南最痛苦是跟他们的那个育儿观念都不一样，长辈他们又比较喜欢让小孩给，就是给大家抱出去给大家看。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在帮小孩洗澡，然后就有客人来，就我公公在楼下喊说叫我们赶快把小孩抱出去。可是那个状况是，那时候越南冬天很冷，然后还要就是小孩还要赶快洗好澡，然后为了抱出去给客人看。然后我先生是说我知道你不喜欢，但是没办法，因为那个跟他们招呼啊，然后什么就是配合他们的那个文化这样子。玉文为参观婚宴的亲友团规划了越南五日游，这是妈妈第一次跟亲家见面，也是人生第一次出国。她特别难忘的是，但是我家人来会吓到，婚礼前一天就有先来我们家里，就是吃晚餐，然后还有吓到说这边这么偏僻，然后好像他整晚都睡不着，因为他就说我怎么会就是嫁来这边，然后这么偏僻。像台湾不是有司马库斯部落，但比那边更偏僻。有人电我就按赞啊，有电我就要截图，要截图才知道谁的啊。越南妈妈也来台湾，夫妻俩很开心，但一个屋檐两个妈，生活习惯不同，也常发生抢孙的尴尬情形。我婆婆跟我妈都每天都一样的时间起床，然后随便两个人用厕所时间就会撞在一起。然后我妈就会说，以前就是她可能可以一个人很自在想要用厕所，然后厕所门也可以不用关，在那边玩手机。但是因为我现在有婆婆在，所以就变成有点尴尬，大家压力都变大，让阿和买房搬家的想法更加强烈。妈妈是说可以让你妈，就是我也不想我妈就是遇到那个尴尬啊。对啊，我是也想就是体验在外面生活怎么样啊。骗回去给越南的子女看。趁着假日好天气，一行人带越南妈妈到台北动物园出游。辣辣，公辣辣，那么是个骆驼的越南文。
在越南也有动物园，但妈妈都没有去过。南沙米也是空的。妈妈说在越南没有时间去哪里，就在这里可以玩。阿叻狗腿立锥。今天连假人太多了，我自己是想要带婆婆去看企鹅啦，因为想说企鹅比较特别，在那个东南亚国家可能比较少看到这样。越南妈妈来台湾，所见所闻都是初体验。来台湾就是旅游一些，让他知道我以前在这边怎么生活了，让他就是打开眼界了。搭那个捷运呢，就是他觉得很方便啊，对，就怎么就是那么快，然后那么多人打。出来玩就是要穿得舒适，儿媳为婆婆买上人生第一双运动鞋。因为她来台湾的时候只带一双高跟鞋，然后什么都没带，然后都拎着那个高跟鞋很难走路，可能想省钱吧，也都没有买什么鞋子，所以想说送她一双鞋子这样。可是那个鞋子没有很贵啊，就是买平价的，可是对她来说很贵。买一个便当她就说很贵，然后带她去逛全联就是什么都说很贵，然后所以就后来我先生出去买东西都不想要带婆婆去，因为婆婆会在旁边念说你们台湾这些东西都太贵了，不要买不要买。但是有跟他解释说因为我们台湾薪水一定比越南高，可能高个4倍以上，所以物价是高是正常的，可是可能婆婆她没办法理解两边的物价差别。哇，好吃，那个麻油鸡不适合给他啦。直率的越南婆婆和自己观念大不同，常让人招架不住。我觉得多多少少生活上一定会有一些冲突，婆婆就会在我们房间外面听小孩有没有起床的声音，只要小孩起来，我婆婆就会马上开门开灯，然后把小孩就是冲下来把小孩要抱走，每次都会被妈妈荒谬的行为吓到。我姐是说就忍耐3个月婆婆就回去了这样。对啊，可是我婆婆说她之后还会想来，8月生小孩的话，婆婆可能还会想来吧。恭喜玉文将晋升二宝妈，台越联姻又会多个宝宝。小动他离家出走，还是有吵很严重要离婚，因为这是我家，他是自己把自己锁在房间。所以我觉得男人很可怜。到底什么事让夫妻大吵，也让来宾为命苦的男人叫屈呢？别走开，下段回来。今天是神秘嘉宾到访的日子，掌舵主厨阿和一早就在厨房忙起来。马铃薯了，有些要就让烫才会浓缩了。待客菜单全是越南代表料理，其中这道越式红烧牛腩是阿和的招牌菜哦，将搭配法国面包。阿德也来了。他磨刀霍霍，另有战场跟任务。越南地形狭长，南北口味不尽相同。北越吃炸春卷，南越天气热，多吃生春卷。而它翻成中文是沙拉卷，就是要有满满的蔬菜。我做那个炸春卷，里面是包肉。跟木耳，大家比较少吃到道地的越南料理啊，所以就给先生煮。因为刚好那个越南婆婆也在家里，所以可能越南料理比较合口味。至于神秘嘉宾会是来自越南还是台湾的朋友呢？阮庆红，也是希望是这来的，因为这可以就是比较好沟通啊。觉得应该有可能是那对夫妻。或是，芊芊吗？说不定你们会邀请他一起来吃越南料理。今日澎湃的异国飨宴在众人合力下完成，嘉宾也即将上门。有点紧张，不知道是贵宾是谁啊，就是很好奇啊。很期待，没有紧张，因为肚子也很饿，希望贵宾赶快来。拉埃人的安全通。到这边。这边还不知道。来了，他是谁来让他来？
小姐，你好。哎，小姨夫，你好。你好，导演。导演你好。还是很美。啊，导演。答案揭晓，来宾是导演阮金红和蔡从龙夫妻档，两人长期关注移工跟新移民议题，共同合作的《九腔》获得2022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这一家庭他是男生的新住民，所以我还蛮期待的，要跟他们交流一些，哎，我们在台湾生活的，包括自己的在家庭当中，还是在推广文化的这一部分。其实也认识，就是有移工朋友认识。台湾的女生，但是就是男女朋友也还没有碰过，就是结成夫妻的，所以我本身也是蛮好奇的，因为我觉得男女朋友跟变成夫妻是两种不一样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好好交流一下。看到满桌越南菜色，让来宾像穿梭到越南。哦，这么那么这么发财。哦，你们这个好丰盛哦。嗯，很久没吃这个，你也很久没包了哈。嗯。很好吃，然后我你们很好吃。我想说怎么，每月有生春卷，这个是南越才有的。他说他们觉得又好吃的，北部只有炸春卷，南部才做生春卷。对啊对啊，我已经好多年了没有机会回去，尤其是过年，你们刚回过年是不是？对，好好哦。蔡崇龙也怀念起跟着老婆回娘家，酒足饭饱的悠闲日子。我跟你讲，他回去他多爽，然后家人啊、朋友啊，他们一天到晚都找好吃好，我跟你讲都是好吃的给他们的，所以我都觉得一直在吃啊。对，他回去是当媳妇，你回去啊当女婿，然后都是享受的。他说年纪还可以待一个月以上，对，一个礼拜就想要买机票回去，因为我逼他就是，那我自己回去就把小孩留在这。然后，那我怎么可能把小孩一个人放在越南？先生也天才。对，然后我就更生气，我就。对于远嫁他国的外籍媳妇，阮金红有个心痛回忆。我离婚大概半年后，我妈妈在越南是生重病，然后开刀，然后我得要跑回去一趟。然后我有跟他们夫家那边、前夫那边讲说。我的小孩的护照就被他们家拿走了，跑去旅行社拿走了，把它扣下来。对，那这个才是叫痛你，我痛到恨，你知道吗？不要把妈妈跟小孩分开，不管台湾女性或越南女性，那个母性都是一样的。异国文化需要更多沟通，蔡导透露自己的小绝招：两边你都要顾到，不要去牺牲哪一边这样。但是你要尽量跟他解释你为什么这样做，他俩可能可以体谅。然后他配合演戏这样子，可是你不要勉强他。谢谢，谢谢妈妈。没有，你要做用越文说谢谢。刚门刚门。对，导演有学越南语一点。就只会学一些关键字啦，讲没有几句。安因为买买这样。买买是永远哦，就是买。我爱你，我永远爱你。讲，哎，大家都会学那几句。我会讲那几句就很重要了。阿和，你要学起来哦。还有一句你可以学一下，按公台 to n， 我不能没有你。好厉害，讲了他们就很开心，就要去要常讲。哥哥很厉害的，对，难怪姐姐这么，我只会这几句啦。这叫聪明的男人，很厉害，要学把我们拐走这样子。那这对导演夫妻的甜蜜姻缘是怎么牵起的呢？我是一个。影展的放片活动，然后我就看他坐在下面，但其实没有一见钟情吗？那时候没有，就觉得这个也蛮美的，然后看起来有点忧郁这样。结束以后，那个我们的主角就是邀我们去喝咖啡，然后后来就结束的时候，你们两个都离婚，要不要换个电话？我们是从那时候才开始，就是有交集的。我想说，我们都是那种经历都不好的，那我们要多帮忙啊。然后他看我妈刚过世很难过，他就要帮我。但还是也对彼此有好感，才会愿意帮忙。也是啊。阮金红21岁从越南嫁来台湾，婚姻走了8年后离婚。蔡崇龙是帮助他走出阴影的最大推手。跟他在一起，我当然是面对的压力啊，所以我都问他说，我有小孩了，你这样会不会排斥这样子的人？对啊，他常问我。对啊，我自己还是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对，怕没办法接受。对。我就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爸妈都过世了，所以其实我就是一家之主了。其实很多台湾男生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还有爸妈的压力，但是我没有，不用去考虑长辈的意见。对，这个可能跟你们不一样。他这部分是还好。
蔡导知道阿和多重角色的压力，尤其他的过度加班导致夫妻常吵架。有时候很生气，说你跟我结婚是为了赚钱吗？就气话，就说你来台湾还是你是为了想要回来台湾继续赚钱，还是有吵很严重要、要离婚啊？因为这是我家，他就自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可是我觉得男人很可怜哎，对，就他赚这个钱也不是为了自己啊。但你也需要他赔，对不对？家里，那个公公可能很想他，还是会跟他要钱，就是两边的是哦，经济，所以他很有压力啊。他也想要顾好你们啊。所以我说男人很可怜啊，没错啊。其实很多台湾夫妻也是这样哈，对，这个不是异国婚姻的问题，对对对，不是。所以我说你至少一天陪小孩，后来一定要了，感情没有了没有用啊，你钱都白赚了。不同生长背景的伴侣间难免有争执。蔡导也想到过去曾踩到太太的底线，吵到他离家出走可以吗？啊，我有离家出走。有啊，你出去在一个 很久都没有回来，你忘了？我们吵架，他可以直接跑，就开车出去，因为他会开车嘛。他开去哪里我也不知道。然后很久后来回来，他说他开去操场停在前面，就停在他就不回来这样子。当时我们小孩的观念、教育观念绝对是我们是一致的。从在一起，我们的小孩的问题不大。对，我生气他的可能是有时候就不太了解我的想法之类的。因为我印象是说，可能你该讲跟不该讲而已，应该是我在意这个东西。讲了不该讲的话了，然后那个讲话可能有点伤人。但是我会提醒这个口气，就是你口气，包括角色。啊，就是刚才讲你那个职业病啊，我就是说你有时候醋毒太多了。因为我是老师，他们觉得我有老师的职业病。有时候因为他累啊，他就回去，有时候讲话口很直接。但是我不喜欢这种回家你还是那种心态，好像是我不是你学生。对啊，我可能 是家人、我可能是就事论事，然后他觉得我好像是对学生那样讲话，就是我认知会有落差。对，那我慢慢才知道那个东西，我可能。我没有意识到，但他觉得是个问题，我就要注意。隔了那时候，我们就好好坐下来聊。对，我们就说，哎，为什么我刚刚那么生气？因为你不知道，哎，这个你不能讲，或是怎样讲，类似这样子，我们就会之后再，我们就会解释。很快，我们没有冷战，我们真的也不能没讲话的那种，因为我们也没有谁可以讲话。用餐中，阮金红和越南妈妈聊聊家乡话，彼此倍感亲切。我妈妈跟阿和妈妈好像类似，那种农村的那种家庭主妇，然后万能的那种，什么从早忙到晚。但是我看起来像妈妈这样跟她互动，我觉得她是蛮开放的。像假设我妈妈，她当初来台湾的时候，那我们就想要带她去哪里走走，她都一直考量吃什么呢？花钱。对，其实妈妈也是哦，难得来台湾，就是好的东西要给他，对啊，买这么大梨子，然后他只是不要，他说这一定很贵，你不要买。我说你吃一颗又怎样，或多少钱？看到儿子在台湾的家庭生活，妈妈会希望他们能回越南定居吗？他说如果之后真的他们老了。啊，也希望你们回去啊。我说这样你们造成你们压力怎么办？他说那就看自己决定，小孩决定。他没有一定要逼你们这样，还是要尊重你们啊。对啊，目前这样，父母一定会有那样的期望。那妈妈有没有？牛肉是谁卤的？很好吃。先生做的，他的那个招牌料理。他很好吃哎，牛肉是这样。因为我们在越大家都用手，因为用筷子很不习惯。没关系，可以用手，反正就可以吧。因为实际上都是用手嘛。今天我能够把我自己的、我们的经历，然后跟他们交换，然后很轻松的聊，就这样，像好像我们很陌生又很熟悉的朋友。我觉得妈妈是。看到他，我觉得我很想我妈妈。对，因为因为越南的传统妈妈都是很热情的，不管是陌生还是熟悉，就是刚开始见面，我们都可以这样子碰在一起，然后手牵手这样，很感动。我就看到那个金红姐就是落泪，就觉得很不舍，觉得她在台湾就是一个越南新住民，在那边生活，然后都是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坚强，然后。就是熬过这一切，觉得很伟大。蔡导演就是分享他的就是经验啊，就是有些以后会可以改变啊，就是会更体贴一点啊。那我觉得这个太太是一个很认真的，很认真的女孩子这样，然后先生很朴实，就是像我们一样啦。就觉得我觉得跨文化的结合是真的很看缘分的。然后如果说真的能够互相欣赏，然后有些东西可以互相体谅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走下去，走了很久，甚至比
纯粹的台湾的婚姻会更好，这样，因为会更丰富。送给你们了，真的，尤其是你，尤其是你，好漂亮哦。对，这我自己。好看的。这叫十字。哎，光啊，你送六十年代真的多，哎，没有，我也想。德公啦，德公去，我还有一个。我一直没办法买单，因为都没有回去过年。哇，越南也很比较特别，对啊，台湾是过年，然后他们茶园的茶，对，太酷了。对，对，蛮好的。妈妈烧的茶，为了烧这个，对，刚好买，对，我问妈妈，你可以喝喝看。植物人的，对，那个是天然的。